关山一样，不配得到爱。我叫安安，今年五岁。我在大火里找到了妈咪，可是妈咪却不认识我了。小朋友，我不是妈妈，这到底是谁家的孩子？妈妈，你不是爸爸。小朋友，爸爸是不能乱叫的。爸爸也不认识我。原来我是2024年8月14日出生的，妈咪也不记得了吗？可是今年才2021年啊，难成？你是穿越过来的呀？我穿越了。对了，给你们介绍一下我爸爸和妈咪。我妈咪是最近很火的综艺女团冲亚的冠军，我爸爸是晨星娱乐的总裁。不过爸爸和妈咪现在还不认识。你是贤哥，我一定要帮爸爸和妈咪在一起，不然你就是因为总是喜欢。这个大明星为了让妈咪不被其他叔叔拐走，我要坚持地守在妈咪身边。爸爸，我要和妈咪一起去拍戏。许叔叔会和妈咪一起去拍戏哦，安安可以帮你监督他们。许明泽，爸爸明天就安排你去见导演。耶！祝咱家有一件顺利通过事情，和妈咪一起拍戏，爸爸和妈咪结婚事情就全都拜托在我身上了。不是。安安怎么会不见呢？他不是一直在家吗？他，安安，妈咪，安安，怎么跑哪儿去了？你怎么不听张婶的话？妈咪，我太想你了，等不及张婶就自己跑出来了。那也不行，你下次不许这样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好嘛，妈咪不要生气了。那我们先去试镜吧，导演肯定等急了。哎，小朋友表现不错，回家好好背台词啊。周一去复习。爸爸，站好。谁让你自己跑出去的？爸爸，我错了。苏总，安已经知道错了。小孩子不能这么丑，苏子安。你这一周的零食全部取消，回房间发请去。晚安，小乖。女团冲亚这个节目很激烈，两位分别是最终出道时的第一位和第二名。那这次两位合作，叶老师是女主角，沈老师是女二，会觉得不平衡吗？怎么可能啊，贤哥过得好，我比他更开心呢。今天的采访就这样了，辛苦两位老师。看我过得好就开心，我开始反过来吧，抢闺蜜的男朋友开心吗？
阿贤和我那是真心相爱，你们勉强在一起有什么意思啊？况且如果不是阿贤喜欢上我，哪有机会勾搭上苏沐晨呀。沈梦欣，你说话注意点。两位老师化妆了，马上来。贤哥，我们该化妆了，走吧。哼，妖女，你干什么一直缠我这个？你在纠缠不休，但是又不客气呀。这是哪里来的孩子呀？快些让开，要是耽误我找轩哥哥，我可是要打你屁股。放开啊！就是个女主角吗？至于？你就给我等着。没想到拍戏这么累，比唱歌跳舞还累。不许动，打劫。苏总，你怎么来了？嘘，小声点。我听说你不能出来，暂时让我给你带点吃的。是你想给我带，还是张婶想给我带？叶贤哥，你是不是装睡？放开我。陆总，我会好好的。沈梦欣，你来我这干嘛？您是我老板，我不能来找您吗？你有事儿吗？苏总，我是来求您的。我现在拍的剧，我想做女主角。叶老师，昨天是不是睡得太晚了？这个眼睛下面都有黑眼圈了呢。是啊，昨天熬夜背了台词，你看，这三页都是今天要拍的，必须背完。那真是太辛苦了，今天还特地早起复习了一会。叶老师，导演这边让我来跟您说一下，剧本有变动，这三页啊都删掉不拍了。不是，删掉了？这集程度是很重要的戏，怎么可以删掉不拍呢？这个要不您还是自己问导演吧。我现在就去问。我是来求您的，我现在拍的剧，我想做女主角。你是不是当我脑子有问题啊？任由你摆布。你们这个剧已经开始拍了，现在不可能换人的。苏总，您只要投资一点点，稍微改一下剧本，我的角色就可以变成女主角啦。那我凭什么帮你呢？叶贤哥要是做了这部戏的女主角，让他更火了，对我们公司没有好处的。而且，他还勾搭上了苏沐晨，他不是您的哥哥吗？我听说你们家庭关系不太好，是吧？闭嘴！谁说他是我哥哥？再胡说八道，给我滚！他说的也有点道理，让叶贤哥更火，苏沐晨的公司只会越做越大。到时候老头子又会想把苏家都留给苏沐晨。要不今晚你跟我回家？好。
谢谢谢谢。哎，导演啊，这几场戏是怎么回事啊？这都是很重要的部分，删了后面的剧情根本就接不上啊。哦，是这样的，这个剧本呢有点小小的改动，后面也是要有删掉的，不要担心，这些编剧会处理。不是，还删啊？这样的女主的戏份比配角都少。导演，这不是单纯的改剧本吧？这是连女主都换了呀，删了我的戏加给了谁呀？是这样的，你这个角色呢是魔教中人，投资商那边觉得女主呢就应该正面一点，所以我的角色就是女主了，神医之女，悬壶济世，一直守在男主身边，除了我没有人更适合做女主啦。贤哥真是抱歉，不过这也是投资商的决定。嗯，那个咱先拍梦欣的戏吧，贤哥你说。那我先去拍戏啦，咱们一会儿见。前女主，天哪，没想到许明泽真的过来客串了。是呀，那个人真是帅死了。对呀，他怎么过来演剧了？你没看女团冲呀，许明泽在那个节目里面又爆了，而且和燕君哥啊有CP。许冰冰好像跟燕子关系挺好的。叶姐姐，太过分了，怎么会这样对叶姐姐？我现在就告诉爸爸。哎呀，好了安安，你别生气了，来坐下，我们一起喝奶茶。苏丹小朋友，快到你的戏了，我们准备一下。我不去玩了。您的戏可以拍。导演，我们贤哥签约的时候签的是女主角，现在戏份变成女二，我们当然不拍了。不止不拍，剧组还得赔我们违约金呢。
上季度我们的纯利。好，下个镜头明泽说完台词直接亲下去就可以了啊。好，准备三二一开始。若是我能给你承诺，一生一世一双人呢？轩哥哥给不了的承诺，纵是旁人给我，我也不愿意。若你不愿避开便是。奇怪，怎么背后凉飕飕的？他怎么停了？苏总，苏总，您怎么来了？快坐，快坐。我说背后怎么这么凉？原来是苏总。抱歉，导演，再来一条吧。我就随便看看，不拍你。不是，坐着也能看吧？拍。我。小叶子，我是怎么教你的？首先，你是个演员，现在在拍戏，要敬业。你除了我以外，不能看别的男人。全体准备，三二一开始。奇怪，你是说下一场在这拍吗？人呢？我也想你了。沈梦欣，他怎么会在这里啊？苏总，你都不给人家打电话，我在组里受气了，你也不安慰我。人家还想买个包包呢。苏总，苏总，人家要买包包。买。不不不，我的苏总洁身自好，才不是这样的人。
一定是别人。女杀娱乐都是你说了算，你要是能帮我出气，谁还敢欺负我呀？原来是苏岭山啊！沈梦欣不是和红贤在一起吗？怎么又和苏岭山暧昧上了？陈老师，大年的戏来，你准备一下。我知道了，烦死了，又在催。那苏总，人家晚上再给你打电话啊。嗯，拜拜。等会儿咱拍这一条，沈梦欣从那个屋顶飞上来，哎，注意安全啊。这不是沈梦欣手机吗？沈梦欣，之前都是你整我，这次我要好好的回报一下。沈梦欣的生日是……再来一条。写信删除。好了。妖女，到此为止吧，不要跟着百里上侠了，你这样只会给他带来危险。我要做什么还轮不到你决定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别，啊，别什么心，动作不对吧？不好意思，我太紧张了。你故意的吧？叶轻哥没事吧？没事。好，再来一条啊，直接从动作开始。来，准备三二一，开始！啊！咔咔咔！哎，沈老师，不要再做没有设计过的动作了，好吧？不好意思，是我太紧张了，导演。放下来吧。没事吧，叶老师？没事，不过，岭山雨。爸爸给我们带好吃的。小机灵鬼，是你叫爸爸来的呀？当然，我看那花衣气质，就立刻去找爸爸了。这花女人就应该被爸爸好好收拾一下。今天戏差不多了，我们先回去吧，明天再来。不行，还有好戏要看。嗯，我已经拍完了。苏总，您怎么来接我了？不是你让我来接你的，就在你们剧组旁边，赶紧的。我让您来接我的。我看到您的车了。梦欣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车就停在那边，你没看见？红贤，他怎么会过来？在这干嘛呢？不上车。糟了，这人谁呀？苏总，这是……沈梦欣，你刚才要上他的车。闭嘴，红贤。不是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你跟他什么关系？你这样给我戴绿帽子是吗？你干什么呀？怎么回事啊？那边怎么吵起来了？好像是沈梦欣劈腿了。沈梦欣，你该不会专门把我叫过来看你玩欲擒故纵吧？哎，你会好好说话吗？那个男的是红贤吧？那个是不是说隐山啊？我以前听说红贤不是叶贤哥男朋友吗？那沈梦欣她在抢到闺蜜男朋友之后，现在劈腿孙隐山了。哇，这可太热闹了。红贤是吧？我看你是脑子有水，被一个女人耍得团团转。这种招对我可没用、啊、你他妈说什么呢？红贤，你要害死我是不是？
打我？果然，你连贤哥一点都不如，你跟他差了108000里，你知道吗？那你找他去啊，蠢货！你还真以为我喜欢你呢？苏总，你听我。走吧，我们回家。哦，对了，听您说是你之前的案件有进展了，应该很快就能找到幕后指使人。那真是太好了。嗯，不过在这之前，我们先去逛逛怎么样？走。别逛了，你要是被人认出来，会很麻烦的。再逛一会儿嘛。我每天待在剧组里面都快憋死了，还是算。哎，你好，帅哥，能帮我拍张照片吗？你干嘛呢？没看到人家约会啊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没事，来，我帮你拍。好。天哪，这是真的吗？快爆炸新闻啊，爸爸号都发声明了，这还能有假呀？必须是真的呀。谁呀？不知道是片长吗？大呼小叫什么？对不起啊，刚认识导演。发生什么事啊？问你们话呢，刚不是聊挺开心吗？啊，现在怎么哑巴了？跟我说说看啊，到底什么事这么开心？就看了一下微博热搜。什么心情？他什么他？不就是劈腿吗？都昨晚的事情了，你现在还大惊小怪的？不是啊，你看，不是说他涉嫌教唆绑架和故意伤害罪，已经被逮捕了。什么？你看，刚刚微博发的消息应该是没错了，所以我们才会这么惊讶。对不起啊，导演。我去，这么刺激的。那什么，记住了，这是片场，就算是看到新闻了也要保持镇静啊，这次就算了，下不为例。所以之前那些事情真的是沈萌新做的。妈咪，嘘，叔叔不可以在外面叫爸。姐姐，这个没有用的。姐姐，你为什么看起来不开心啊？那坏姐姐背后的心肯定是你舅舅的，为什么你不开心呢？因为他以前真的是妈咪很好的，没想到那些事情真的是他做的，所以有点伤心，不过也就那么一点点。你不要伤心，我就变个魔术吧。妈咪妈咪给我变，漂妈咪真好变。送给我的吗？哪里变出来的呀？道具叔叔给我的。妈咪，今天是七夕，我爸爸拉手会把这个送给爸爸，爸爸一定特别高兴。
牵一下手，牵不牵？牵吗？牵吧。哎呀，我忘了，锅里还有。小叶子，吃饭。哼，女团冲压的 CV 绝不认输。情况属实，之前教唆绑架，还有诬陷叶贤哥的事情，都是沈梦欣干的。他说想见您，希望您救他。救他？我花那么多钱捧他，结果全砸在水里了，他有什么脸让我救他？他说求您看在你们。闭嘴！你脑子是不是也有病啊？沈梦欣的事重要吗？给我讲投资的事。是是是，叶贤哥的那个剧现在我们已经不能撤资了，之前合同里写着除非因为剧组的问题停拍，不然我们是要赔付违约金的。还要投多少钱？已经投了3000万了，还有7000万没给，如果现在撤资的话还要赔付5000万的违约金，这赔的也太多了。废物，那你就给我想办法让这个剧组拍不下去。是，我立刻想办法。你干什么？哎呀，我好像喝多了，半杯都没喝完。你跟我说的多了。真的？嗯，不然你摸摸看，我可能是发烧了。我就知道。苏沐晨，今天是七夕，一点浪漫都不懂。叶老师今天心情很好啊。有吗？是啊，今天一见你就精神很好，脸上还一直带着笑。怎么，昨天遇到什么好事了吗？
天心情比较好而已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不知道，我去看看。我知道妈咪今天为什么开心，肯定是为昨天晚上和爸爸去展睡，对不对？就你聪明，小祖宗，快闭嘴吧。妈咪，你要和爸爸亲亲吗？苏达，5岁的小朋友是不可以问这些问题的。你给我少看点电视剧。喂，妈咪这会儿，我抱着爸爸，你都不谢谢我，还羞我，哼！我要告诉爸爸，让他不理你了。哟，你去啊，你去啊！你看看你爸爸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？他现在听我的，你知道吗？你最好给我乖一点，苏子啊，不然我就变成可怕的后妈，把你……阿姨，怎么回事啊？导演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今天这个场地不是我们先定好的吗？怎么还有别的剧组过来呀、是岭山娱乐那边的，他们想撤资撤不了，就想让我们停拍。为什么要撤资啊？对女主有意见没？